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《火影忍者》手游，来玩一下这个什么大蛇丸实验室啊，这什么鬼？你怎么玩过啊？你试一下吧。该忍者暂时无法参与，这个可以吗？他怎么玩？对打吗？大蛇丸实验室，以后会不会出个自来也啊、佩恩啊？哇，这怎么玩？哎呀，还会飞呀！哇！哎，人呢？什么实验二号？还这么多实验号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怎么这么多号？好霸气哦，他！哇，这个还挺难打的呀，这么多，138秒，啊，这家伙打人还挺疼。有啥奖励不？低于240秒就可以平民。哇，这些家伙90几秒就过了，这么溜。那我再试一次吧。换小南试一下。我感觉小南比较容易连招。哎，一弦呐没用，最近的活动都是一段一段，都一直来一直来是吧？根本停不下来。要打三号啊！大哥，我在这边啊。我操，两个人都开大。先吃个霸体再说。
这是三号，打死一号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他都打不到。我先把他拉过来，我操我操我操，什么鬼？怎么打不动他？连不起血呀！我靠，这什么鬼？那快点解决！这一回应该会比刚才快吧，143秒，刚才多少秒忘了，应该会比刚才快，对吧？跟我打没什么用啊，140几秒也算是勉强可以了啊。没法，没办法，只能打成这个程度啊。玩一下随便啊。哎呀，我有限时卡哎，来玩一下这个。三个 S 人。神秘面具男，哎呀，可以用啊，可以有体验卡用啊。我还没玩过，哎呀，我操，还没去实验一下。哎，还好是挂机的。怎么用？我操！什么鬼？这怎么用啊？对，九尾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啊！等一下，我去实验一下这个怎么玩吧。第一次玩还不到，还招到50片才有。这个怎么 S 呢？感觉好废啊，这个 S。 这感觉好不会用啊，等一下我去玩一下试试。
这什么鬼啊？还是这样子召唤九尾，居然还能招出九尾来，这么牛逼！面具男好像是带土吗？知道。啊，这个大蛇丸那个先玩到这儿，我等一下去玩一下这个面具男，因为我刚才招了50片了。